我怎么样？轻浮。我轻不轻浮，关你屁事。我送你回。滚！放下。没礼貌。 东子，小杰帮杨姑村推销农产品，签了3年订单呢。您不是告诉我了吗？是吗？<笑>你看我这记性。是，您这记性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回，但您没告诉我今天家里来客人。哎呦，哎，小杰，哎，你喝了茶再走啊，我徒步时间到。 奶奶，您还有这爱好呢？东子杀马特那段时间呢，我的精神寄托，要不然呢，早死了。哎呦，老了，孙子要不再争点气呀、啊？还有什么活头啊？不会，您精气神足，能活到199呢。那是妖怪。奶奶，慢走。哎。<笑> 聊什么呢？聊我为什么不能留在南平？为什么？这的生活节奏太慢了，不太喜欢，会憋疯的。什么时候走？明天。走吧，送你回去。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啊。 那你平常怎么待客呢？头一回来家里的客人，怎么着都应该领他参观一圈吧。这是客厅，那是卧室，楼下是厨房和我奶奶的房间，没了。厨房跟奶奶房间我都参观过了，去你那屋看看吧。哎。 这也是你的秘密啊，庄杰。嗯，你对所有人都这样吗？陈麦冬，你对所有人都这样吗？我怎样？冷淡。我怎么样？轻浮。 我轻不轻浮，关你屁事！我送你回。滚！